龙谷，那不就是你的老家？你要带我回老家啊？你身体如何？我好着呢，从来没有这么精神过。你的伤呢？伤可还疼？我先喝粥，再吃药。凤千硕早有叮嘱，西边那片森林很危险，你们怎么还会前去？白小生看我师兄不顺眼，想把他拐到森林里然后丢了，然后我师兄就被森林卷进去了，然后白小生又被卷进去了，然后我就去救人，最后就是你看到的。那白小生呢？好了。那你师兄呢？回沉香山了。我的剑呢？我要说他自己飞走了，你信吗？森林里的幻术，你可知是何人所为？这得问他。喂喂喂喂喂，人呢？人呢？什么人？这个里面住了一只幻妖，怎么没声了呀？幻小烟，小花狼，估计是被吓破胆了，只能等他醒了再问了。我们已在此耽搁太久，是时候离开了。去哪儿？龙谷。龙谷？那不就是你的老家？你要带我回老家啊？我那把飞走的剑，想来也是回去了。你的剑都能自己飞回家？这次是强行把它带回来的。取回龙角，玄门势必会增加剩下两个封印的护卫，我得回去驯服赤焰龙牙，增强我的力量。龙牙？你的牙还要被驯服？吃饭吧。哎，你让我看看嘛，是哪颗牙长好了吗？吃你的饭吧。别看了，长回去了。